群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王湘云。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 A 组的第三局。那么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讲席嘉宾是吴星宇老师啊，吴老师好。好，观众朋友们好啊，王湘云好。那么这个今天是进行到第三局了，是由这个韩亦洲对阵刘鑫啊。这个我们看到的现在是比赛的即将开始的画面，对，两个人现在是拆先两位棋手都是从预选赛中这个打出来打的。出来的。刘鑫虽然是他是30岁以上走出来，可以说在当今这个棋坛算是个老将了吧？对。但是刘鑫他在去年的这个龙星战中成绩是非常出色，他是进入了这个半决赛。第9届的时候，对对，就是上一届，他是在小组中取得了3连胜，半决赛中输给了柯洁。就是说有一他点去可惜对啊。去年的成绩，他的是非常的好。今年呢，再次这个打入了这个本赛，这个不知道是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是，这个刚才看通过拆先应该是刘星的黑黑棋，棋对，刘鑫也是一位可以说是才华横溢对，的选手啊，是。这个是非常的有自己的这个下棋，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个性啊。对，他的棋应该给人们的印象都是很潇洒对，啊，飘逸。韩亦洲是北京队的一位年轻棋手啊，是，这一两年成长得非常非快。常快啊。虽然就是说，暂时还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这个成绩，但是呢，相信在，但是也可以说是因为这个中间骑士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或许就是会有出色的表现。对，觉得现在的年轻棋手，因为普遍都很厉害，是，所以他就是作为一种，我觉得是未来可能世界冠军的一种潜伏者。好，那么我那么们我们就来，来看看这盘棋。看一下。刘鑫执黑先行，白棋是现在最流行的这个二连星啊。是。下一手应该说是刘鑫标志性的一手吧？标志性的一手，就是之前就是他最早下出来的是吗？对，在这个是不是他最早下出来的？这个但是暂时没有这个考证定论了。但是他那时候下的最多，一阵子，流行的时候，我们称之为这个叫流星流，是吧？是这个字，因为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是走在这一般都是这个中国流，中国是流吧？是。他就是把它改进了一下，在AI 时代之前，就是还没有这个电脑时代之前，这个还是曾经有一度还是相当的这个流行。是啊，对，大家好像对这一代就是接下来的变化都做了非常多的研对，究。这个他今天把这个，这个看家本可以说是看家的本领拿出来了。这个当然，现在这种有了 AI 以后，这个几乎就很少见了。是，好像现在会，比如说坐这在这儿，大家就会见怪不怪，觉得很正常。这个是最多，或者说是小飞是吧？这个是守个决角，议流，小飞是是决议的特别是喜吧？欢守个对，角。那么他13的流星是走在这啊，那么韩亦洲呢，可显然是这个年轻一代的这个棋手啊，或者说是跟着这个 AI 学习的这个棋手，对。那么走的是最流行的这个点33，对，要是过去的话，吴老师是不是就是挂角啊？对，这您说挂这角个过去如果的是方走在式，这的话，当时流行更多的是挂这边是吧？反正是如果是说没有这个 AI 之前，这个是肯定是要受老师批评的。批评的，这个肯定是要这个这么早就点33，这个肯定是当时不我们认为是不符合这个棋理的，甚至于来说是是的。这个贪图小利，这个就是这个人家就简单走走就行了。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这个东西可以说把这个一个最我们觉得当时觉得最简单的定式，现在变成一个最复杂的定式。这个，是，这里面实在是变化，就是说很多啊。
对，人家实战。实战黑棋挡，白棋爬，黑棋飞啊。那么白棋在这呢，选择了相对简单一点的这个单顶，是吧？对。拖一个就会变得这个非常的复杂、是这些地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棋手的心思也是很微妙的。这个因为拖呢，黑棋搬，那么白棋再顶，这个时候黑棋就会退了，冲断啊，种种一系列的，这个咱们就在这不多说了吧。是，就这个不是大家也给他有一个那个昵称叫做"米氏飞刀"吗？你是飞刀，对这个，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专业棋手啊，这个是专心去，也就是说，作为业余爱好者，我觉得呢，就是没必要去专门研究这个。当然，除非你是这个古黑级的这个爱好者，可以去。而且，因为这个，当你研究这些东西啊，这好不容易会说。我觉得像我的话可能都要花三天把它搞清楚。对。然后可能爱好者要花一个礼拜把它搞，等你一个礼拜搞清楚了以后，发现等你这个闭门练关练出来了以后，一看天又变了。对这个就是说。对，这个招式也总是在变化。对，这个所以说呢，大家就是说或者记住一下次序，或者说是下的时候呢能避开就避开啊，这个就没有太大的这个必要。当然作为职业棋手，他们这些是肯定是需要是都要了解了解的啊。对。那么现在他这个顶一个搬一个呢是相对简单一些。那您也就推荐这个爱好者朋友们就顶了搬就挺好的。对，这个就是说也是正招吧。对，是力求简明。对，然后黑棋挂一下。白棋这个小飞是很正常的。然后在这呢，刘星选择了一个简单的退。在上边这个地方长了。这个您觉得这手棋略微有点出乎意料，因为现在呢就是他既然这个走成一个这个平行布局，或者是连起来，这里也挂了啊。一般来说呢，普通的肯定是我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会勾当模样啊。一个就是说在这一带拆啊，或者说这一拆在什么位置，这个都可以选的。甚至来说就是说在这一带包括什么跳起来啊，这个都是比较扩张这个形式。对，这都是一个正常的想法。如果说想在这边定型的话呢，专心为模样的话呢，连扳也不是不能考虑啊。就是说连扳如果白棋吃，对，吃的话我就打上边了，对吧？他就打上面，这个，然后再再跳，对，再跳，这个就完全就不知道走哪个了啊。就是说我以为他会这么扩张形式，扩张形式就是说模样嘛，还是要讲究一个速度问题。他就平平淡淡的退一个，这个地方等于就是说甘愿落个后手。当然也不能说他坏啊，这个落后手当然也相对来说比较厚实，但是呢就是速度显得是不是稍慢了一点点。好像很多棋手不愿意长的原因也是这个，行棋速度有点慢，是吧？以后还说不定人家来点一个骚扰你一下，这个心情不愉快。心情不愉快。然后白棋下一手是典型的这个，包括点三三，包括下一手典型的这个 AI 的这个，给我们至少我们是向 AI 学习的这个招法。它是靠上去了。对，我觉得这手棋如果不是 AI 出现的话，应该不容易会往这儿着想。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包括中国流的时候，是不是他现在也有这个？对，也是靠。当然小 A 挂了再飞这个也有，就是他这个对于小木子，就是说采取靠的这个手段，就是说非常多。因为在我们以前教大家的时候，
别说靠了啊，嗯，就是连小飞挂都觉得不好，觉得不好，不好，是的，人家被黑棋尖顶好像不太好，都是教大家要高挂是吧？等它飞了再脱退等等，或者这样的，当时我印象中是不是或者是这样挂？对，这一路，对对，是这样挂的更多一些。那么靠这个。实战这个靠，当时第一感看，真的觉得，就是，毕竟是人家子多，然后自己子少，还是要跟他在这儿斗力。斗力，他就是说，因为我想这个变化，就是说后面的连续连贯的手段，应该对于这些现在在还在一线拼搏的这个职业棋手，应该都是。都了解的比较清楚，因为根据 AI 学习后面种种的变化，所以他选择的是就是退一个，对，黑棋就走了这个。那吴老师，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搬是吧，如果就是两搬，对，我搬脚里，如果脚里他肯定现在是搬外面是吧，然后你大概打，那我争子不利，我是不能断吃了，我打这个，打这个粘上，然后他就压掉，压掉拆一个是吧，拆一个，拆三左右的分寸，大概是这样。这样看的话呢，应该来说感觉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特别是现在，当然这个如果这个子在这里的话好一点，可能会这边幅度还好一点，但这样的话肯定是就是说黑棋是不会满意的。而且白棋应该来说成功的在这个对方的这个形势或者说是对方的脚呢，就是能取得一个能够打个平分的话，就是应该来说是还是满意的，还是满意的，得个五十分，一人得五十分的话，应该来说是其实是按道理来说是白棋赚啊。那等于白棋这个碰就比直接从这边逼的话再拆的效果要好，厚实一些。如果他从上面搬，看一下白棋势必是要搬脚，对，搬进三三，这个、搬三三。那我是不是有点不好走了？现在争子主要是说他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里面，我们所说的变化里面，这个都是说，这个争子啊，都是这个。白棋有利的，不是就像刚才一样，假设如果是还是按部就班的走，万一争子不利，这个白棋就会变得很困难了。这个前提大家一定要就是说注意。那么如果你搬外面呢，他搬里面，这样呢黑棋也不太好动是吧，对，这个断打好像显然断打显然不好走了，这个等于就是这里要砸死以后这里要打死，这个人等于就不行，是，那么那我好像只能单粘，粘住，粘住。那么白棋呢也是粘住，是吧？黑棋跳还是插？这个不知道，就感觉对方有点舒服。这个活的好像有点大，是吧？他就拆一个或者小飞，对，你就拆个一吧。这个，黑棋呢肯定是不太肯的。就比较轻松就被他把这儿给捞掉了，那么所以呢黑棋这个退一个就成为这个是必然的一手是吧，那么白棋接下来长，对，黑棋挡住，白棋搬，是白棋搬这个的时候，吴老师啊，黑棋他没有在这边走，对，如果是这样呢，这个的话他白棋肯定是要虎是吧，是，您就说要跟我打劫吗，打这劫，他可能就是说有可能直接开我觉得可能也行，因为这个等于呢就是说然后再靠这个是吧，这个比较流行的是先靠了还是这个具体的，就现在靠你会提吗，也有可能会提是吧，这个反正就是说比较复杂。你现在这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算作劫财，应该是劫。或者他就是说不开的话呢就单靠是吧，这样白棋想在这里处理好应该也不是太难。
这个具体的变化，我想他们应该在电脑里面都是都拆解过，都拆解过啊。所以说，刘星这个也是单拐一个，单拐一个。是，他是选了这个拐。当然，这个咱们还得补充一下，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拐就比这个扳好，是吧？而且不同版本的这个AI， 它的选择和它的胜率也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学的这个武林秘籍可能都不一样，有的是用决意，是吧？咱们国家都用的是决意，决意，有的是用里拉，里拉，还有 ELF， 对，这个那个是韩国，对，他们是用这个，就是说，各家练的门派不一样啊，练的功夫不一样，这个就是说可能选择呢也不一样。但拐一个呢，肯定也是一个，正义的一手吧，应该说大局的一手吧。很大局感觉是。白棋虎，白棋虎总是一个棋星，那么黑棋呢帮助，对，好像也很紧凑，很紧凑啊。现在他还是跟前面还是挺。还算挺贯彻的吧，还是他刘星还是想以这个模样作战为主。那这个白棋如果说只能很委屈的活在脚上的话，应该不能不太满肯定，就是这个也是在做活之前呢，肯定要给你制造一点点麻烦。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些就是说水平高低的最大一个体现啊。因为很多我们现在。好多学棋的这个孩子啊，或者说是他水平高，他有的时候人家一攻，他就急急忙忙做活，对，他做出两个眼来，他就觉得胜利了。但是呢，这个围棋是要讲究这个效率的，是吧？不能光做活，做活的同时呢，还要尽量的给对方制造一些麻烦。所以是白棋这个断上去，这个对，就跟您刚才说的，就活棋的时候也得给对方制造一点。那么现在呢，当然黑棋下一步尖啊，对，尖是这个走的是好，一看应该来说是个好行吧。如果说吴老师就是我简单的，对，我就看你要吃我，我就退一个。因为退一个呢，他做活大家注意，就退完以后你就不好意思干什么呢？不好意思用这个打是吧？因为你退完以后，我就被断掉了一下，对，就白白的等于说以后，打个比方，你以后等于这个档也是先手是吧？等于这以后就是这样的话啊，这个里面就假设说是活了说啊，就算是这样活了。那么等于说这里，交换了一下。是。那么你断的时候，我当然是应该是什么呢？对，尖，这个就是说，稍微跳跃性的思维一下呢，这个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呢给解决了。那他这个尖走的棋形还是挺好的。对，这个应该凭感觉像一步啊，好棋。也是挺显示刘星的才华的。这个就是说，因为白棋啊，他不可能，大家不用担心他去吃这个，就永远不会，他是这个棋白棋是永远不会去吃一个子。关键吃了还没活。对，还是被对方封进去，这个呢，白棋肯定呢是不会这么下啊，不能接受。那么白棋现在呢，他是选择长一个，是吧？他是活棋。他是直接活。那么等于就是断一下，对，拉倒了。对，给你制造点鱼尾，不让你走那么干净，然后黑棋再吃。对。那就这个子还是不能放弃吧？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在这儿找头绪。对，这个一般来说也算是个常识吧，就不要被人家轻易踢掉。拔花，一拔花就宁愿多死一个啊，多送一个，就多送一个，别让人家呢吃的那么干净。补起来，这以后一尝尝一下，黑棋大吃，大吃，白棋占上，黑棋搬。他因为扳是先手，扳是先手，下步不走这一扳就要死了，他也巧妙。这个还是跟刚才的一样，就是说呢，做活之前，是吧？让你难受，让你难受一下啊。
如果是这样呢，那以后再加就没有意义了，是吧？那这个籽就不重要了。那么现在呢，你又不肯轻易这个被吃掉，加这个呢，其实啊，这个地方呢，那一个比较，这盘对这盘棋，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您觉得黑棋怎么应呢？对于我们这种，对于我来说啊，思路简单，或者说是有人来说，那就贯彻意图嘛，就占上啊，就占上、啊，就是争先。对。抢先手嘛，这个是也不思考那么多了啊。那么白棋还是要第一个，再加一个呢，当然是稍稍便宜一点点、啊。是，那么呢，肯定还是一手棋，我个人觉得为重。嗯，再把这个飞起来，是吧？这感觉上是一个不错的好点，这个。是啊，这样的话当然他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受，将来比如说这里有籽啊什么的借用到、对对对，他肯定是就是以后像你所说的一样，以后比如说白棋打入进来一点，是吧？这个当然它是有好处的，这个就加到一个、一下是还是便宜不少。嗯，但是先不管那么多吧，一手棋总是觉得这个是就是说咱们古话叫什么？宁思数子，是吧？不失一先。而且这个，我觉得上面这手棋应该是来说是哦，很大一个明显的好点。是是。但他实战这个选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奇怪。他等于就是他是刘星现在是加一个。这个地方虽然是厚实了一点，但是呢。但他本身是个后手，对，白白的插了一手棋，插了一手棋以后呢，这个地方等于只是一个这样的结果，以后你收挖他吃一个，不吃一个也很奇怪，吃一个的话他力他以后一力还是跑了，这个目数没吃在嘴里，没吃到，他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说呢，这里厚一点点，嗯，那么如果啊，打比方我说，与其你想。干脆想走或落后手的话呢，那我觉得收才不如单粘上，就是说你长的时候我就粘上，是吧？你想落后手的话，你现在不可能去跳，对，是的，那么我以后我就靠先手，先手你只能立，对，那我吃，这个是都是黑棋的权利，对，那么这样目数和刚才相比一点都不。其实都不差，是吧？你就算走在这，他没有机会加这个这样。对，但好处呢，就我这个地方多紧了，一气，一口气。嗯，那和这个地方这个相差是非常多的。是，对于白棋这两个子的活力来说，这一口气是，它基本上不太好动。这相差是太多的，这个是。如果你后来是这样的话呢，也能走这个，但是目数就差多了。对，因为他坐火之前可以打着你一下。对，太难受了。这个就你等于粘上以后，白棋再粘上，这个区别就是，如果就是说像实战一样，我干脆落个后手的话，是吧？那他可能还不如单粘、底下反正我们这个差别。可能很微细，对，但上面这一口气肯定是很有用的。对，这个有一手棋了。不管说一手棋，这个半手棋的价值，反正这个就是对于这些来说，这每一口气都是很关键的。那么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只是加的时候，它只是简单的走这个呢，肯定是黑棋。我觉得有点问题，要不然就干脆抢先手，是吧？对，就是您说的，就头脑简单点，该给对方的便宜就给了。咱们也不想那么多，那个什么，先把眼睁睁的看得见的先手拿到，是吧？对，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可以。那么实际上呢，他又去加这个我觉得就是说，黑棋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点这个问题。还是就是速度有可能会变慢，对，
那么走了这个白棋抢了先手，上面加住，是白棋一加，一加这个是这上面的阵势一下子就小多了，是反加，这个黑棋肯定不肯匆忙的跑出来。你是说黑棋跳出来？或者飞一下跳出来，就是算跳出来。这个因为这个地方这个白棋，它就算简简单单的拆二啊，或者说是飞一个，不过这个被他好像走得太舒服了。对呀，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也欠手数了。对，就是说你时时刻刻还得小心这两个子跑出来。嗯。跑出来的话，这一块都有可能成为孤棋。嗯。那么这，然后白棋压住。下面这手棋我觉得是很大的这个问题上。你说黑棋？对对对。下一手棋。甚至于来说可以说是。败招都有可能，这个棋，哦，大家一听您这么说，大家要想了，黑棋会走哪儿了呢？那您先说说，如果说站在正确的构思的话，可能会正确的构思应该是挖一个啊，就把这儿这个我们常时控不能对，因为这个形状被白棋辅助啊，实在是应该来说比较完美的棋形，这个白棋。这个角是又厚木又多，是的，这个一般来说是不太肯让对方走，觉得他这个效率太高了。那么对于这个形状呢，我们常用的手段就是挖，征子，征子肯定黑棋有利了，这个。那么白棋肯定不肯走这个，他吃我就这个木数，白棋亏太多了，是吧？这个好像不好走，对，没这个子还好点，是吧？还退了可能还好一点，是有这个子的话，如果你还是退，我就拐进去，那这个子就变得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可能你还有可能连搬他就搬，是吧？如果还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子就变得这个，对呀，那我早花的这手棋就比较的愚昧，对。如果是这样搬张，可能还能考虑，那如果你挡这个呢？这个被他吃出来也是，这个这边挺大的，很大。嗯，这个等于是这一带的白空变成黑空，是这个价值很大。你可能还得压掉，是吧？拐掉。对，这个明显是黑棋。没，或许大家印象中有这种棋形，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有这种棋形，很多时候是这里有个子，对，容易就千万别记混淆了。吴老师给大家提醒的，对，因为我们大家很多对局子或者是这个样子，是吧？对，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形状是最常见的，就白棋打入，黑棋当这边空比较大的时候，他就走一个，那你走呢，不管你是长还是挖，那么白棋呢就比较大方的，他就会把这个弃掉了，这个弃掉。这个在大家或许在印象中不是有这种棋形吗？对，但是千万这个细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当白棋还可以接受。那这个白差一手棋，这个白棋可能就无法接受。对，这个差很多了。差很多了。嗯。所以白棋它应该是正确，它会顽强的从底下打，是吧？啊，长。贞子不利的话，他就贴一个，贴在里面吧。这个、好像又非常复杂了。他大概是贴这个，但是他贴这个好像不太行，他直接就给穿了。哦，好像没见过这个。这直接就给打穿了。这个好像。打不打一下的问题啊。单拐还是打掉再拐？对，好像都不行，先打了冲下去。就冲下去。还是得贴这个。贴这个，是。然后黑棋吃，黑棋它不是这个吃这个，然后再长，白棋压，白棋现在只能压，对，它不能打背离了，压，然后呢黑棋再打，就转换了，对，把这个打掉，白棋吃掉，这样呢黑棋转换的也是一个正常的变化吧，
虽然三个子死了，但是上面也得了，也得了不少啊。就这个争到了先手。先手也可以，就是在这，但不走先手呢，就家就他就老老实实贴一个，贴一个也非常大，因为这个头，啊，它好像白棋是个软头，嗯，是吧？这个底，就是你要拐，我就搬了连搬。你也不能不走，不走的话还被打一下，对，就是也很大，变更立体了。嗯，由于这里打了一下以后呢，这个白棋脚上的木就小很多了。嗯，等于以后爬一个搬一个，这个木就小很多。这样呢，就是应该来说是，反正黑棋不差的局面啊，就是还早了。嗯，这样是一个正常的这个进程。那么下一手这个黑棋走的就是说有点让人这个稍微，他又飞补的一个，您觉得他有点缓了，他手数太多了是就是白棋这个角是活的然后黑棋一直在转着圈的是这个两子，嗯，这刚才已经花了一手了，嗯，现在又来一手，这个有点我们就说是太自慢了一点，是吧？因为现在你来说呢，我们刚才说了黑棋已经拆了这个了，嗯，拆了这个它主要是啊，我刚才说是保护好这个了，就安定了，对，保护好这个，那么你这两个子呢暂时呢你跑出来我就不太怕了，对，它轻易它是不是也不会跑啊，它也轻易，再一个你这我们说宁愿亏木的时候呢，我这个绝线还是个绝线，嗯，那么暂时这两个子来说没有太大的活力啊，如果你跑我就老老实实硬，是吧？对，你走我就帮助，实际上我这个绝仙的话你这个气呢还挺紧，反正你走我就硬，是吧？你断我就跳，嗯，都是对，就这样就粘住，嗯，你就粘住啊，你断一下不知道便不便宜，反正就算是这样吧，他走还是走你就反正就走过来，就是嗯，咱的跑出来可能也有价值，但是对黑棋来说是没什么，不怎么没什么太大的危险。嗯，甚至来说这个时候直接也有可能给断掉了，是吧？嗯，这个就是说反正对黑棋来说没什么威胁啊，甚至来说你走这个我直接连扳都有可能啊，你压这边呢我就糊起来，正好，嗯，对。那么都已经这里啊。走了个后手，这里已经加强了自己的话，又花一手棋就实在是太缓了。嗯，那会不会吴老师他是希望通过比如说这里有子，嗯，扩张这个整个右边，对，这个当然它是有价值的了肯定，但是这右上又摆着一个明显的这个，或者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来说是觉得是哎呀，这个看着眼馋，这个是不能错过，嗯，对，不能错过这个字。但是刘行是非常大度的，都让给人家。嗯，这个反正是很难，这个很难理解啊。但刘行这位选手，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了，是一个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这个选手啊，有很多好的不同常人的思路，他是。嗯，特别，我反正以前我还跟他下过很多盘棋，嗯，虽然他比我至少小一辈吧，是，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俩下棋还挺多，至少也得下了十来盘棋，嗯，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确实是才华横溢，但是呢，这个方面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他就是说不是那么稳定，是吧？我们经常有些是这个天才型棋手，他有时候就不是那么稳定。跟他下棋的感觉就是说，反正赢也赢了他，反正就是说输赢跟他下棋输赢啊，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反正我就在那下，嗯，他呢就是看状态，他状态好的时候呢，反正你怎么也下不过他啊。反正呢，他我觉得我有时候赢的棋啊，完全不是我下的好，是他自己往里下的，就是说。配合了下得很臭，他有时候呢也是下得，或者是他自己啊就是说有时候奇思异想，但不可能就是
每次都是都是好的，配合的那么好。对，所以说在这里我觉得是有点问题。那么下一首棋再一出，我觉得至少来说，我觉得今天流行完全是玩嗨，因为我们时候来说是不是？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实地啊，大家已经看出了四个角了，白棋已经明显的四个角，就等着穿心了。穿心，这个角还挺大的。对，这个角还挺大。那么黑棋人呢，那么现在黑棋他下一步我觉得是真的是彻底的玩嗨，他走到哪去了，这个他是在这个位置上，不过还挺难走这里。但是这个选点确实是不知道该，或者说跟我们以往的那种正常的考虑不太一样。这个确实完全的放开，但是这个选点实在是有点是不是太大了，要不然呢，就是或者普通一点的思路呢，就围呢围小一点点啊，回一个。但这个具体选点在哪呢？我们是肯定是得不到这个正确的答案的。就普通的思路就是，既然要围的话呢，就围的应该是结实一点。因为现在不存在小的问题，是吧？哪怕走在这。这反正围到这一线了，这个空肯定是围住了，能满意的。这唯一担心就是围不围得住，对吧？要不然呢，或者别的思路啊，或者是先在这边走走啊，或者挂角，或者是先把做点准备工作。对，这种或者比如说挂一个，他如果走啊，再顺手一尖冲，是吧？对，这个找个新奇的步调啊，但他也可能跳在上面，这个具体怎么办等等。但是这个是确实是完全太嗨了，这个围的太大了，明显这个好像给对方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好点。那么白棋这个尖冲几乎就是说这个很作为职业棋手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这个口子好像就这个距离是有点太大，开得太大也这个如果你不对他没有什么比较严厉的这个后续手段的话，那就等于是四角穿心了。这个一穿心，可以说是明显的这个不够了，时控就是太，因为白棋四个角啊，是关键是这个地方好像一走，黑棋真的没有办法说围啊，或者是回防，不再围肯定就肯定不对了。对，那这个如果说可能是比如说往回撤或者往这样的话，他肯定不太敢。这样我这一线过来好像看着有点，直接飞直接压都行，对吧？跟白差了一路的话，这个这空间不一样。虽然不一样，那只有硬着头皮来啊，是吧？他实战，你也不能再退让这个，那这个就这两步，就是这个子就明显就不知所云了。那么实战只有继续压，对，白棋就老老实实的退。对，好像白棋这块他所谓这个想要说对白棋有进攻比较困难，很困难。这个压白棋就退。然后你再飞，对，白棋这时候呢，他再压一下，压的，这白棋处理的太轻松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呀，黑的，他就在中央就飘一个，就相当于活在黑棋的空里了，对，很轻松的，那我们俗话是搭出个小阁楼。对吧？这一活了的话，这黑棋实地明显堪忧。而且外围这个后势呢，对白棋影响不大啊。就是想发挥作用，好像还比较不容易，比较难。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说有了外势啊，当然最好是能用来攻击。那么或者是用来为模样，但这个空间已经在逐渐的缩小，而且外周边都是白棋的这个子。很难你看得到有什么
好的发展。那么，那这个地方现在真的，就这个突然的这几下子，好像黑的就真的找不着方向。对，这就是这步棋，可能就是完全是一个凭感觉啊，就是。但是有时候这个感觉，说不定就是我刚刚说是看状态是吧？有时候状态好的时候那步棋就是感觉是真好，嗯。有时候或者人状态差时候，就是这一步棋就是显得明显的。对，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把握了。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但是呢，只是我们知道这步棋这样一下白棋处理的太简单，就没给对方制造这个。制造麻烦啊！嗯、就是，而且他们现在这些年轻棋手好像特别善于这种方法，嗯、就是一会儿就先捞很多，然后洗出来一块儿。对，这个先捞后洗，这个是他们比较就是擅长的吧？嗯、能经常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面处于劣势的时候，嗯，能怎么样把局面？搅乱啊，我们俗称这个搅局。嗯，嗯这个因其实呢是，每一位棋手的水平高低的也是一个表现。是，就高手就是他搅起局来总是，就是让你头疼的那个要命啊！这对，就怎么能让对手犯错？对，反正那这样呢，就是我们说这步棋不好呢，就是原因主要是白棋处理的太简单了。而且是几乎。像我的水平也能下这个也没有问题，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话，白棋可以说是局势一下子变得很简明了啊、哦，黑棋无处可以发力，头疼啦、那么黑棋先靠一下，是，这个也是东一枪西一枪，那么白棋就搬，对，这个靠也有点如果想到这边比如说扩张的话、普通一点就是挂一个是吧、你小飞然后再直接逼住、这样呢是或许能发挥，但是这个肯定是不太够是吧，他是不是就飞一飞还直接跳一个，这个可能都这围反正围这边他就从这里转是吧，缩水这个他已经捞了很多东西了、普通是这样，做劫呢赵杰可能但白棋就算是吧，就忍住是吧，他就老老实实的、如果能这样当然是更好，那不过白棋是不是现在直接给你尖顶了再飞一个也是有可能的、不给你赵杰的这个机会，他现在想靠呢想把局面搅乱，但是、但真的这个行为一般不舒服了，不舒服啊，没有好的后续手段、因为还是当初我们说为什么说这种形状太舒服了，就是他木又大他又厚也没什么毛病，这个也是靠完全是灵机一动是吧，但是呢也没自己也没看到什么好的后续手段，然后跑来又靠了一个、这个得反正这个呢倒是很容易理解，想攻击他一下呢赶快把这怎么着，虽然已经不大了但是也得守住，再不守的话、被人家一步一步傻乎乎的往里跳也吃不消，这就什么都没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更不好办，对，这个我们大家容易理解，然后白棋退是吧，黑棋再贴，怎么说也能围在五线上，先守住一点是一点吧，虽然不是那么满意，但对白棋来说他是选择了最厚实稳健的下法，从这应该也看得出是这个白棋明显有优势心理，就是求稳了，这他也不能说求稳吧，他是求找个最简明看得清的下法、是吧，我们也是下棋的时候也是对也是这样，就总归是好像你得跟着他硬，这不硬也不行、然后黑棋现在断了一下，黑的断这个、对
这个白棋这时候呢，他当然没有办法去退让啊，他不能吃，这种形吃是吧？那么这个形状在我们实战中有时候会出现，哎呀，但这可真是大家千万要注意，就是说这种形状啊，被黑棋上面、下面各来一下，各来一下的话呢，白棋是没有任何时候，没有任何便宜的道理，就只有亏的时候。对。啊，这个就是说，除非跟自己死活有关系，因为这二路托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实战中呢，是会经常见到出的。现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大家也就是说，在是很，就哪怕有时候搬这个忍这个，基本上呢也不会不要去吃这个啊。这个吃这个是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最臭的下法，就被黑棋上面打一下啊，下面又打一下，这个就是说永远的这个应该来说是吃亏的，应对，该就是仅仅为吃这一个子。对，被人家上下都便宜一下，除非你有可能能爬到一下。但是呢，一般来说就拖一个就或者就连搬一个，哪怕加一个它就粘一个。这个在很多形状，当然不是这个棋形的，有很多的是好像是挺委屈，但是呢，实际上是也是正常的一个应对啊，或者说根据情况退一个等等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是不要呢，你经常去吃这个，因为吃这个子而被人家上下打两下的话，总是亏的。对，难受。这个是，那么现在白棋由于里面呢比较厚，它这个是长了一个。对，他这个棋，吴老师好像黑的在这个地方就被长，就是白棋不是去打，不是去走什么撞你，就冷静的长，反而好像没看到有什么好棋。这个没有什么棋的话呢，说不定黑棋都有有可点能也亏，有点亏。因为您说他没有木吧，但是之前挂了 B，最起码有一个形式，现在就这个外势，不知道该怎么发挥呀。这是用不上。这个时候呢，事后是黑棋啊，他就，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啊，大家就是说，去分析，或者是用电脑去分析，这时候，反正白棋是胜率应该是遥遥的领先了啊。但是对于这个局面来说呢，当然我们也知道是白棋好。事后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刘星啊，他肯定是不好，但是这个时候呢，应该还是拼搏一下。他等于是，可能下一步这走完有点这个属于是，开玩笑话叫做安乐死一样。消极了。对，这个时候当然这脚上呢现在没什么太多的棋，所以说，比如说呢，现在你比如说你这个常用的是加一个，加一但个，是从这儿打出来。他就傻张，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是吧？白棋呢他就傻乎乎的站上。但是便宜是便宜了一点，心情也很愉快，但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用。实质性的这个效果。但是呢，也得在这里找点麻烦。然后呢，他这时候呢，可能再直接来，像实战一样的，或许会有一些这个机会。虽然暂时没棋，但是里面的劫材会比较多。比如说，还是像这样的话，那么白棋打，黑棋爬，是吧？白棋搬的话，那么呢，黑棋就给它断要利用这个后，跟他了。作后战，同时这里面主要是劫材。有很多劫材，就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白棋就会变得比较头疼。可以说是至少黑棋来说，成功的把这个局面呢给搅乱了。因为你打这个的话，反正这里的这些劫材肯定都用上。白棋得用是吧？本身这个局部来说是，比如说打了虎这个是吧？你，哎呀，这里我是怎么应啊？
你能印在印不了外面是吧？我如果是粘住，粘住我一飞是应该是里面是，你是粘还是挤？如果粘住是外面是最看得清，但这个里面肯定是应该是有棋了，你打都打不着了，有点啊。挤那吴老师，我说是打吃这个呢？打吃这个本身就有个有结的这个味道 是吧？走这个，嗯，那我如果不行，我再回往回来，往回来也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肯定往回来这一爬，这我提了一爬是什么东西？哦，你只能折着，折着也不解决，也有靠，嗯，这样也是就是说比较。那我不能打，还有很多。你简单点，如果是走这里，挤是，它还是一飞，这里面是什么东西？挤上你能杀我这，但这个外面是很有味道，很看不清的。如果你最最简单的话，就是走在这一带，是吧？嗯。在这儿的话，但是外面肯定，他现在我可能不敢说出奇了，但是有很多的借用，暂时可能是对，因为这个贴先手冲了。但是就是说，至少劫的话，肯定是说是没有劫，才挺多的，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如果这边弄这样的，只能不敢搬了，嗯，那他就爬是吧？那你永远都不敢搬。嗯，永远不敢搬，他就再爬一下。嗯，你现在可能不敢长了都。长我就要下来了。对，长也要下来。你这里补还怎么补？不知道。是。你这里不管怎么补，他反正就是说，他只要走到这一下的话，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味道的，直接就靠就可能来了，是吧？这个反正头一下子就变大了。这个、对。这一类，反正你守着都不知道该守在什么位置，这是。而且以后就算走出来，还是，反正至少得回不少。这个是呢，他是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们来说肯定是黑，还是白棋优势。但是这样的话，或许，就是或许可能能够拉近这个距离。嗯，或许就是说黑棋会有机会，就是局面有些看不清的，嗯，有看不清的地方。那么，这一步棋最后这一下呢？这现在是这样，是吧？嗯、这现在这一步棋可以说是，不能说是败招，但是呢是败的太简单了。啊，那就是您说的，可能刘星不一定在状态。对，就在这儿退了一个。他这个确实是不在状态，因为他刘星还不。不可能啊，我想是不可能、嗯、他不可能现在包括这些靠段想找点变化的话，他不可能认为自己还是形势还不错，嗯，是吧？嗯，他肯定是应该认识到自己这个局势不利，嗯，那么局势认识到局势不利的话，还甚至来说还说麻木的，就是麻木的退一个，这个实在是有点难以理解，太缓了。嗯，或许有时候我们人状态不好的就是这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是吧？嗯，我们有时候自己下棋的时候也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那对局后看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嗯，这个棋主要是那叫这个时候看，觉得这个子总是太、嗯、对，嗯，太缓了。嗯，现在还冷静的退一个，这完全是一个优势的，对对对，优势的下法。嗯。那白棋趁机拐一下，跳一个，是吧？这个是先手，不然这一虎下去，这味道太差。然后白棋再，嗯，感觉白棋很容易就处理了。嗯，不仅处理完了，黑的还得跟着来一个。对，他又走了。嗯，因为不走的话，这里欠了一个大段，是吧？嗯，他就算不断，白棋在这一带都快变成先手了，对吧？这那一段吃不消，嗯，是吧？还得弄个单关，这个单关肯定是完全没这个心情，或者你稍微好，嗯、这个也等同于单关。对，嗯，这个就这个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啊。那么等于黑棋呢，
不肯走这个单光呢，他在外面走一个。对。那么外面再走一个，这个白棋实在是，白棋其实可以说已经够小心翼翼了。那现在呢，已经这个看得太清楚了，这个其实不可能，不可能死，不可能死啊！这个明显是已经是活了，何况这里还有这个跑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个等于黑棋又落了个后手。对，对呀、啊，在这断完了之后又没有走。这个就是等于是又白白的落了个后手，那么白棋呢应该是又补了一加一刀，那这边就明显又是一个这好像又亏了，又亏了，确实就白棋只花一手棋，但这个非常的厚，这个等于就是说有点我们俗称的话就是有点看不清乱来是吧，这明显很损了、啊，这个形状好像黑的实在是太损了，是吧？当然了，就是说白棋更稳健一点的，就是说他唐一舟是可能就是白棋更稳健的，就是那是小飞这个啊，飞这个。那里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暂时没什么棋，而且这里再补，再加上一刀，对这边也是有资源的。这样可能黑棋还没有任何的。好办法，搅局的机会。当然长一个也是我们这个棋手的第一感了，就觉得味道干净、舒服，这个形状看的也是这个舒服，又厚又大是吧，是整盘棋下到现在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韩一舟也是一位非常基本功非常这个扎实的这个棋手，对，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每步棋都是说中规中矩，这个对，但是也不是很坏，就是形势一直都还总是让你觉得你差一点，但这个差的原因是黑棋自己出毛病了，白棋就是说他是就是很本分的一步一步跟着走，是这个就不知不觉啊取得了优势，甚至于很大的优势，这样的棋手其实是很难这个对付的，是吧，他不出错关键是这里的，没错，而且走的还很厚实，基本上让你没有什么搅局的，没脾气，没脾气，对对，这可能说非常对，也很强，这类棋手就千万不要，其实最头疼的，其实有时候像我们自己下棋碰到的话，也是很多人输的就是没脾气啊，找不到输多少是一回事，有没有机会就是说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因为他是可能不太好呢，就是现在终于的这个醒悟了，终于黑棋想的我得用点强啊，刘星终于呢是醒了，他是先点是吧，对，这个不行，然后挡，对，黑棋搬，可能师傅看这个时候白棋简单点的就长一个算了，那我还爬，你这下肯定还是要爬，不爬得走，那我再这个补回来，因为这里没有和刚才完全不一样，这里补了一刀也是很有用是吧，对，这里没有任何借用，这个的话呢可能更简明一点，这个可能结束的会更早一点，不像他们后来是吧，因为这搬嘛当然是普通的感觉是吧，你甚至还想你搬我还连搬，再把这两个吃了，对对，不他搬的肯定就是肯定要连搬的，是吧，他搬的脏的话不如当长的，他就是说是这样，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可能下的太多太多了，这个包括一下子可能他忽略了这个黑棋强行断的这个手段，这个终于黑棋找到了白棋什么一点点的破绽，或者不严谨吧，是在这儿开始找出这个得折腾的地方，把局面搅乱的地方，那么这一段呢局面呢肯定是有点乱了，现在再回头如果说白棋搬粘，虽然这也是一个定式，但周边有子这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如果按照普通的长这
做成一个这个、那似乎白棋危险，白棋危险啊，黑棋这里有斑马线，这里特别厚，那么再把它弃掉呢，那明显呢和长相比就亏了不少，是的，是吧，目数亏了不少，但也就是也不是不能下啊，这个题还是再补一个一垒啊，可能没也呢，就是说还是优势，可能但是肯定就是这个局部而言的话，肯定是亏了，这个。那么呢，他就当然是要长，是吧？对，他不肯在这儿简单的被你吃了。那么黑棋这边是不是先搬了一下？对，他这个地方吴老师也是很他就为了打劫，他把这个造大是吗？对，因为如果打上劫再搬的时候呢，你这样搬了搬不见得吃得着，他这个地方他是打等于是先手啊，这个地方至少他有很多很多借用，是吧，就算吃不到也就，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吃了，那就那肯定就什么都没了，对，什么都没了，所以他先搬一下，然后呢再开劫，因为这个劫呢应该说黑棋负担也很重啊，也很重。哎呀，现在黑棋虎粘不行啊，粘上由于里面是进士，白棋就简单的粘啊，还是虎一个，粘一个看得更清，是吧？还是哪个？粘一个，我觉得好像不好下黑的。因为这个地方随时搬粘。死了，对，那么这个他现在寻求个结果，这个时候白棋等于也是被逼上了梁山，外面是没法和平解决了，争不死，就你不管走哪个虎还是张，反正他就闭着眼当做这里是活棋，对，是，那一旦这个被分断了，那就是等于是没有办法这个作战，白棋这硬着头皮打上来，当然这个劫肯定是黑棋负担也很重啊，因为这个被提，大家看一下这个角，就是说损的，这真的损二十目至少朝上，是，因为那么呢，外面呢就必须有相应的这个劫材，劫材就是不知道该找什么劫。那么现在呢，黑棋是造了一个劫，对吧？那么现在等于是提这个的时候呢，白棋提，是吧？黑棋断，对，这是劫，这劫啊，本身呢也不损，不损，不损，对，本身收官或者行棋也是断一个，白棋不敢吃这个，吃这个他滚打完一拐，这里还得做活，如果。就是不牵扯到劫，只牵扯到官子目数问题的话呢，他或许有可能吃这个啊，这个转换到底谁便宜还不知道，但是就牵扯到这个劫的话，他肯定就不可能，不太肯，对，那么白棋就要吃在这里，是吧？对，然后黑棋踢，现在可以说呢，黑棋终于啊，就是说似乎找到了一点点这个搅局啊，把局面变乱的这个机会，但可惜呢，就像事后刘星说一样，可惜呢，这个出手啊实在是太晚了，哎呀，这好遗憾呀，晚就是慢了一拍，慢了哪一拍呢？就是说，在这个动手之前的话，是会变得非常的严密，那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利用起来了，全都这个劫材就不用担心了，就是啊，这个子就不要在这儿再走了，那要是这里面这个劫材就是这就很多了，劫库，这个基本上可以算个劫库，这个那么被这一走了以后，这个地方就很难找劫材了，这个班是不是都有可能不是劫材？您说这个就是如果说打比方啊，现在提过来啊，我们来看，对，白棋，如果说如果被白棋提过来的话啊，就是说那么黑子搬这个好像不硬了，如果是硬的话呢，断吃，就是说黑棋还有
两枚劫财，是吧？有可能这个也是劫财。嗯，那他不应的话，这里损失还是很大。虽然你这样，那就算占山吧。占山，嗯，这在他就断一个。虽然你吃了这一颗子，但是他是退还是吃这个的。就现在有这个子就退，打个比方吧，嗯，或者压一个，这样等于说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地方一来一去，和这个地方一来去呢，黑棋是没有任何的便宜吧？至少我们敢说，甚至于亏不亏我们不知道，就不觉得便宜。因为这个等于是白棋是个空角，对，他就花了一手棋，涉及到厚薄，等于这白棋就花了一手，就两手棋是吧？嗯，就围着铁铁的两手棋围着这个这么多目，对，这个是效率也是太高了，太高。所以这里一带呢就不是劫，那么等于黑棋现在看得见的，就是这个角上，角上还是损劫，打一个一路是劫嘛？打一路，有怀疑是吧？他怎么提在这？但是这里差一个子的话，他以后靠去收起木来藏，就算是打着了，倒是。两枚劫是吧？是，还有两枚劫，他急了提这个，你就没劫了。嗯，等于就是黑棋看得见的，就是最多打损劫，也就是两枚。嗯，如果这个粘住是劫，粘住肯定不是劫了，就不要了。对，这个角其实两个角都是，那个、白棋就是转换，白棋不亏就 OK 了。嗯。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实战啊，等于提过来以后呢，因为白棋现在虽然本身看不到一个劫，但是他找可以找这个本身劫打。对，吴老师，这个是征子呀。对，那我岂不是有了很多劫财？也不能说很多吧，你现在就满打满算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但是这也够损的，到后面就开始损了、也损得很厉害。嗯，就是说那么现在呢，由于啊这个有六个劫财，白棋满打满算是两个，就算我损了一点，你这个是劫，也算是劫财的话呢，也才四个，嗯，等于还要差一个到两个劫财。而对这块棋连走两手呢是很难杀掉这个，如果说就算这最狠的是这样是吧，嗯，但是这里还有个头的话，感觉是不像能够，不像能杀人。这里还有种种的余味，对，这个，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个决策的问题了。这实战呢，白棋打这个的时候，刘星没敢跑。对，嗯，如果稍微慢一拍就是。这个补的没有劫，没劫财了。就是你让您老子觉得好像，哎呀，现在怎么就用不上劲儿？这个如果能劫财，如果能跑出来呢，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嗯，打个比方，如果啊，就说我干脆吓唬你，把这个、我也把这个先留着。吓唬的话，有没有可能吓唬？吓唬得着呢？我们提假设啊，感觉白棋不太像死的，他提或者是打一下，打一下再提，嗯，打一下我也不应了，反正就那些都不管了，这个再走，只能往外跳，这样我就提过来。你就觉得快棋中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吓唬到对方？那我们也可以说，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黑棋的，就是不知道机会啊。嗯，不，反正他要这么吓唬我一下，我有可能就是很有可能也就被吓唬住了，是吧？您说白棋，嗯，或者他硬一道，是吧？他也搬一下，搬一下，这个眼位会好一些。啊、然后你再挖的话，我再不硬了，这个眼位可能会好一些，因为白棋刚才因为毕竟领先的不止一个劫财。对，他有可能一回应一下，然后我这个就应该不没有用了，嗯，应该这个可能下不、那个、不行，你可能这两下还真是走不成这个形状，有可能、是吧，嗯，
那么现在流行看劫财明显不灵了，他就消掉，他是提了啊，他就把这劫消了，消了当然就局部而言应该还是黑棋得分获利啊，黑棋得分了，但是呢就全局而言不足以这个，就是这点便宜不够，对，不足以挽回这个劣势。那么白棋，因为你这个毕竟被人家提掉了外围呢，也是损的。本来这样得了，或者他是外围是这样呢，那你当然是便宜的。但是你毕竟是被人家提掉了一个子，还是这个明显的损了。这样子下来，黑棋就是活了一个角。脚地，活得比较没有什么威胁，对白棋活得比较舒服吧，只能说是是。那么他现在继续吃，对，但是还是想这个吃在这呢，是为了还惦记着，对，攻击白，我想把眼给你破了。对，先惦记，因为普通肯定我们都走都吃在这儿，但这个是因为他惦记着你眼位，时刻准备把这一下给打掉啊。但这个要威胁对方或者要杀掉对方，这是不太可能的。天方或者我们就是天方夜谭，只是说看在攻击中能不能得到一点便宜。然后白棋是大飞了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可能韩一舟在这里呢稍微惊了一下，是吧？对，有点意外，对，有点惊，被惊了一下，就是被断，有点惊了一下。那么，可能现在马上呢也恢复了这个常态啊，或者就是他可能刚才呢有点下得太顺风顺水了啊，那么精神上或许会有些松懈，人就有点放松。那么这个一下子呢，经历了点小风浪，可能反而对他这方棋晋级状态或者什么东西。他就吊起来了，对，吊起来，这个神经又绷紧了。是，这个由于这个黑棋是软头，它是这个好像没有办法分段。他点一下，白棋就贴。对，这地方不能扳断啊，因为你扳了提了以后，虽然我争不死你，但是可以跳加。把这个棋呢给吴老师这个地方呢，他是提掉吃的时候再煎了一个，他先煎了一下这个次序在这儿他先这个地方他还觉得这儿有点挣点小便宜，是吧？因为你搬的话呢，我就不从这边跑，我就把这个两块虽然也是活棋吧，我连通你这个中间都有可能成为孤棋，而且你这个还得补回去，是吧？对。那么黑棋是他煎一个，他先煎打一下这里，应该是打将，打将，本身也是便宜的吧？对，他问一下吧。然后再小煎，这个黑白棋他也很，就是说在我做活之前，还留下一个目数便宜，对你必须得分段，对，那么。然后他再走这个，挡了一下，好吧，这都走完了，这个也是有点，反正对自孤可能是信心十足啊。按道理来说，在还没有吃到这个之前，为什么要保留？就是还是保留嘛，是吧？因为我以后吃掉的话，以后吃掉你爬我就也能爬死，你煎不回去啊，是吧？但就这边局部目数，但是这里多个跳的话。对，死活哟。对，这块棋的眼位是至少差了半个眼以上。但是他完全的不担心啊，或者我们叫艺高人胆大，这个他先把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关子。对，是这个很大。黑棋就寄希望于在这边了。就是说，目数这里又被白棋稍稍便宜一点。那么他寄希望于对这块棋的攻击，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处理起来就看这块棋了啊，
那么黑棋是点一个，白棋挡，对，黑棋提，提掉，这个地方没办法分段，那因挺为你这难个受。对搬不行是吧？嗯，搬完搬补完呢，这里有吃，我得补一个。它这个地方可以夹死你。这对。个它虽然真不死，但是可以夹死，这个肯定的不行。那么只能单提。他挡的时候，对，然后黑棋单提掉，白棋就退回来。白棋是小尖在就这提，儿，尖在他这。这个做眼也是，好像对于这个地方还挺顺的走的。这个也是，应该来说是也看也是一个眼型的要点，是吧？嗯，问你怎么应？因为这个地方明显有个几？挤的这个手段，尤其是那么黑棋怎么？应在这一带呢，当然是最联络安全。安全啊。但是呢，这个肯定，效率应该来说是，比较低的一种啊。他就老老实实补住是吧？那退，这个应该比退一个好是吧？也比眼型好。嗯，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外面走，马哦，眼还是跳这个，直接跳这个也可以是吧？好像是不是要死了？这个扳是先手的话，对，跑不出去了，有可能这个子就跑不出去了。嗯。但是你吃了这个子，反正白棋处理起来不不是太费力，不费力。嗯，那么黑棋现在呢，一看也不好杀，那么又对，有点顾此失彼的，他又想照顾这呗。嗯，但这个肯定他想是。走一个急先手，对，这个有点慌乱了。这边白棋又顺手扳一下，太难受了。对呀，因为这扳一下对这边只能粘这个，是，还是，白棋在白忙棋。中偷闲呢，是不是？对，把那个还断掉了，把这个目数呢给收回来这个太大这个因为你这个挤，我就逼得我得吃。了。嗯，你要不吃的话，你不吃，我不吃你，你要吃我，这个是属于是，是，是吧？这三个字，搞到中间，这也是没办法的，是。被黑棋逼迫的，这个是。那么黑棋损了这点目数，他还是惦记着这块棋。嗯，但是这个地方好像吴老师也不能说是就简单分段。现在分段没有用，就算你能分段我只要打吃着这个一做就活了，是，那你也没有意义，是啊。没有意义。那么，这个黑棋是不是在这儿就已经有一些？没有后续手段，嗯，他是只能跳跳了一一个，个，是。那么白棋就退是回选去，择的退回来。嗯，那么这个里面的眼型大概就是说，白棋这里应该是有个先手眼的样子，是吧？这以后他对，就做一你个，说快活了，是啊，因为做这个你粘都不能粘，我这个团还是先手，已经一做就是就再一活，做这，那你只能吃这个，嗯，那这个地方这个借薄，用就冲了一扳，这个或者是对，这个等于就是个铁眼，嗯。几乎破不了，不太可能来杀了。嗯，不太可能杀的话，那形势应该来说是雪上加霜了。这个是因为，在这里毕竟又死了，损了一点，对对，吧？他短，这里这个继续骚扰。骚扰，反正还是白棋也不能完全太掉，因为他这个。你不能简单的就是哈，来骚扰，一分段我就做活。啊，你这个要注意，这个地方它这个地方藏的味道还是有一些，往角里头，气也很长。直接现在大飞不行，但直接飞完再一扳，这个也很讨厌，是吧？嗯，有点东西。有点东西，你要是靠住我的话呢，就受气。对，他还是硬了，他在上边。它在上面硬，但是呢，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的保守
感觉这个也挺，就是我们以为说只要活了就满分，他可能还想再多追求一下。一种习惯吧，职业厨师或者说是职业棋手的一种习惯，就是反正在做活在码两个眼之前，总想这里或许那里去便宜人家一下，对，最后呢才做活，这是一种习惯。然后黑棋要靠断是吧？他现在先在那儿靠断，打了翻了几下。啊，我这里边做下准备工作。对，再打掉。这个。然后再靠出来，还是多对，靠这个，相当于是粘一个先手。粘一个应该来说算作绝线是吧？因为这个不可能被对方就这么长一个吃掉，这目数太大，差别太多了。白棋粘上这个了，粘上是。先手味道啊，黑棋这个黑的很难硬啊，这有冲，有冲，那么黑棋普通是拐一个，就落后手啊。但是黑棋这里还有一条啊，实在不行还要用这个，实在不行。但是那你这个不能冲断的话，这就被冲下，这个你就连回去小块的大部队掉了，等于大的尾巴掉了，而且就是还跟这块死灰，所以说这个粘应该总是先手。普通来说，黑棋可能还是要拐一个的，不然被冲断了肯定是吃不消。吃不消。那他现在就是要一门心思杀白的了。他先断一下，这个白的就吃住。然后他拐了。对，还是要拐，这个拐总是要拐的，断一下。也没看出什么，粘一下便先手了。不是绝线，粘。哦，他还可以拐这个。那就是我现在如果粘您，就是拐二路的。粘这个也是，他可以拐二。不过你可以接麻我一下是吧？粘一个麻我一下，先粘，看我是不是吃在这还是吃在这。估计也是吃二路。应该也没什么太多的。你这多个这的先手没用，是吧？没什么意思，但也不能说他亏了啊，也不能说他损了，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意义。对，但是白棋确实挺容易活的了，他这多一粘了都，他是这个尖。白棋现在尖一个，尖回来，尖在三路，尖在三路，这个都是很解谜的，对，好像主度。这，我就等着你来主度，我把自己这个补掉。反正你一走这个，我就走这个；你在这走一个，我就老老实实把这个补掉啊。尖一个呢，反正我补了以后呢，这个还有个尖，是吧？这外面我随时一走，也就是活了。活没什么问题了。顶还是当然是不能轻易的被，然后现在可以接这个了，是这样刺一下，老老实实粘上，你总是要粘这个，那么我呢再把这个补上，主要是白棋这一串就是说还是所以说我们说是稳，但是呢它并不这个缓，对，他就是把味道都自己都补好了，黑棋也没有得到太多，没得到东西。当然这个黑棋是只能说尽力了，尽力了。对，因为白棋主要是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太厚了，还得现在联络啊，还得联络，然后白棋就局部他没走了，这个已经活了，这个等于这里还有个眼，对，是吧？这还有眼。我们再简单看一下，是白棋这里还有，他虽然没有活，但是他这个间接的把这个对他提了，等于说这里带呢提了以后，这个这一带都是先手是吧？对，这个也是先手，先手对自己这个。那如果我们看一下是吧？我要虎吃你吧。你要最强的就是虎吃，
在这个中央是不是还白起还有野味？我们先不说，至少这从没个，吃，好对，像。至少这一靠这里是确信是个先手野还是后手野？我应该会吼一个吧。等一会儿，我还是打，对吧？一样的。哎，吼一个，这里本身局部是个打劫，是吧？这个对，这个就是本身是个劫。对对对。而这个中间呢，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中间。中间冲，前面所说的就冲的就普实打吃是吧？嗯，好像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跳太多，那这一带先手太多了。好像这还是个先手眼。问题这个底下还是个怎么回事？嗯，这个底下以后是不是这一挡？麻烦呢。这个一虎怎么硬呢？你要硬在这边，这一虎。有个眼，而且这一打以后，这一打，那你就只能老不能再什么，小心被我断开这块棋也没火。是的，所以可见这个黑棋的这个到处这个、哎、不好吃了，对毛病，太多啊。就是他冷静的提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消掉黑棋很多借用啊，对自己呢其实也有间接的这个帮助。黑棋没法吃白的，他就回防了。只能收个大关子。嗯，因为白棋这时候也是警惕性很高啊，就是说呢，没有丝毫的松懈。也就是他刚才啊，我们说可以说，但这个其实啊，也不能说就是不是好棋，是吧？就是啊，您说搬一个的时候，对对对，但是呢，一下子被搞乱，他就是被惊了一下，那么。这个对他的状态其实也是有好处的。他至少他一直都会去警惕。对对对，就神经就绷得很紧，到现在为止他还是直接就杀进去了，是吧？对，他是先冲。先安全冲了点。确保这个吃，确保以后就是万一以后你这里这单有子啊，冲你有可能退了是。确保这个吃着先手，然后再毫不这个真的也很凶，对，毫不手软的，就是说这个先生，看来确实是非常扎实的一位，而且就是说下的还是很紧凑啊，稳健而不缓，这个确实。要是我们的话，还是不简单点，那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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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消消。他这个基本上是算最狠的了，是你不可那。不可能再狠去打，对不对？那、嗯、他这个就是最大限度的来破你这个黑棋的这个孔啊。看来年轻棋手这个还是非常的扎实。对，在快棋里边，这种棋感瞬间的反应。而且他就是说紧凑感，不松懈。这个就可能我想就是年轻棋手和老棋手的这个最大，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有点优势了，或者不管是确实是优势还是自我感觉是优势，他不有时候就不知不觉的，对，就有点松懈，这个，但是他们的这个韩英周这个表现还是很好的，黑棋拿白棋没什么办法，白棋就退，这个也不能被他拐啊，被他一拐也没棋下。那么这个简单的一退呢，这个白棋应该就是说的，就连回家了，连回家了，把它顺手把它上面空，而且这一回来这两个子还随时要跑，也跑是吧？对，就好像这个就让黑棋的棋形的弱点又体现出来了，等于本来我们刚才如果算到这块空的话，那这块空都有点不保了，还是。优势情况下不松懈，这个时候的黑方好像真的，没什么，大概反正在那里，反正我想就是，反正下到这个程度，反正刘星在那里是硬的，是吧？暂时先走着，但是他眼睛或者脑袋里看的肯定是这块，肯定是这块，是吧？因为就是只有可能在这里出点棋。是才有可能是
才能争胜负。才能争胜负啊！这个地方暂时先跟着硬着吧，反正这里就是就是争取一下时间啊，跟独苗打将一样。嗯。那里反正他是这点木数也无所谓了，围起来也不够，不围起来也不够。他反正还是在，反正这我可能这样子，脑袋里是盯着琢磨到这里，暂时呢先在这里先硬着是吧？对。没看清之前。先拐一个，是，然后白棋跳，白棋跳是吧？这时候不能，手都守不住了。如果我就拖被他一顺手一挖，哎，挖你是不是也要挖？如果我挖，你是不是也要挖我？我想挖，啊，那能。哎，挖行吗？我粘上，我就会单粘。你也可以吃了就拐，就拐。反正也是跑了，也是跑。嗯，这个，那你就不能。那我没有别的，别的招。嗯，还不能拖。那有点难受，我不能这样，恨不得这样过去。这样过去太，这样过去的话。就被人家一拐，这全跑了，这目数全不对了。嗯，这个里也不对了，这都变厚，是不是？这个力都快变成先手了。嗯，这样白棋的地都快变黑的多了。所以他也只能吃这个了。对，那这个被不但被吃，不但被破了，自己这一带还有点薄啊。嗯。嗯。那先贴一下再说，是吧？不是，再不贴的话，被他飞一飞，或者先一点，这个黑的都要出问题。是，他是贴的，贴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反正跟目数就肯定没关系了。这个就是这块空，等于是黑棋的，虽然破的也不多吧，嗯，但是但这个目也几乎就是又缩水了，是吧？嗯，好不容易吃两个，以后万一被一断，还得先填回去，嗯，还得填回去，这个是。那吴老师要不要给大家简单的目数一下？数一下，我们就看看，这个就算做你打吃，是吧？对，这是很难受，这打吃了打吃将来还会有逃。对，暂时只能算成这样，是吧？嗯，算成这样，这样也不对，肯定这样好。就是这样好，嗯。那等于就是一二三四是吧？嗯，十四、二十四、二十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八、三九、四十。先不算这个段吧，嗯，这里算两目，还算一半，四十二目棋是，满打满算，因为这个地方还有这个选择一段，还有可能受气的问题。这里是扳是你的权利，算啊，算作嗯。这个一二三四吧，这算一目吧，五六七八九十目棋，嗯，五十二，对，这暂时不说，嗯，就该摆的了。五十二那应该是差了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至少吧，嗯，啊，可能二十二那就点一点，不见得二十二应该是没问题，嗯，那个角是五目，对，这五目棋。二十七，那个角呢？一二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十七。嗯，两个二十七，加一起已经五十四了。哎呀，那黑棋刚才也就五十二。嗯，是吧？那么就是盘面可能都不够，而且白棋我觉得是不是这里还黑的有点薄啊？这个白棋也没双目的，这两块都没双目了。这最多也就是个盘面胜负，那么肯定呢，这个是，跟目数是没什么大关系了。嗯。那么他只有是在这里来，那么来的话也只有虎一个，是吧？对，他实战就是虎。那肯定是最后试一试吧，也不叫最后拼搏，也就是说最后看看，对，总要验证一下。对，总要验，这看看或许。希望这个对手万一出现什么错误的是，哦，这个地方还挺有意思的。它是
白棋好像非常简明，他就立了一靠。他先立了一立了一靠是肯定，因为他立完以后，这个立啊，这个他是跳，对对，比挡一个好啊，因为挡一个他有可能这个还是先手。是，但这个等于是先手，那么现在他就靠。嗯，靠，如果黑棋团的话，他就已经有一只眼了。对，就是如果团是吧？团住的话，团住的话，由于他挡这个是先手，嗯，那么我就可以暂时不走了，在外面去做眼，因为你冲这个，他就立这个，是这个一个贴眼，你搬这个他就钻这个，嗯，这是铁身，他是活之前还悠闲的挡你一下，对，或者是搬你一下等等啊，对，就像你刚才说打这个就够了，是吧？嗯、打这个他是不能，关键他不能吃这个。这个提议，因为这个打了针，包括这都是先手，黑的还有死活问题。是，这地方有个眼。这地方等于有个眼的话，这两个没交换啊。嗯、那么，他现在破眼是扳着破，是吧？他是先贴了一下，确保自己安全，贴一下，同时也是有点打僵的意味。嗯，他就退一个，他没顶住，是吧？没顶。顶住坏处是这里有个点，好处是对这边，有点关系。对，你说的对，有点劫财。万一这个地方、嗯、这个，万一出现一个劫的话，这个还是很厚实。对，他就退了。嗯，那么黑棋等于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棋形啊。那么黑棋想来破他的眼的话呢，肯定是。他是想这么破，对，他希望想先手破，对，让你这个地方，如果你粘住，嗯，不管你粘哪个，嗯，那么我那是先手破眼，这个该我先起，对。但是刚才这样的不行，我们说过了，是吧？那你这样的话呢，由于白棋呢，他就会坐眼坐在这，这个的好处呢，就明显呢，这就多半个眼，这个就是多半，你要杀的话呢，得把这个。得挤进来，是吧？嗯，那挤进来显然是很不现实的这个事情。嗯，至少现在他马上可能顾不了。嗯，这个、而且这白棋这里这他这团这个话还是有先手，是吧？嗯，这里有可能哦，对，他等于跳这个跳这个是绝对的一个眼，对，他团这个还是，所以说这个眼型呢还是很多很多的，黑棋在吃。对，他是先打151，他是贴住。啊，这个中间实在是扛不住，他补了一个，实在是扛不住。但是他这一补呢，特别有意思，白棋搬了一下上边。嗯，白棋做活之前先便宜一下。嗯，白棋脱先了。白棋脱先了。他这个地方等于白棋，你这他这里这次是你既然准备收目的话呢，那自然而然这个就变成先手，等于这里人呢，就自动就多出半个眼，这也有半个眼，这已经是一个铁眼了，是吧？哦，吴老师，我已经看出他活了，他这样子现在如果说白棋实战是他走这个了嘛，就是黑棋如果吃这个。我打这个先手，我都不和你打劫，不打劫，我就把这个团上，我这有一点。这当然这个挡啊，还是当初这挡还是有个眼。对，对对，是这样。嗯，确实，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再给大家再看一下，再看仔细一点啊。嗯、那么这时候，就是在这个黑棋贴的时候，这个韩一舟又脱先了。脱先了，这个。当然咱们年轻人这个计算快，嗯，你像我们的话，哎呀，计算是看清了，可能就是还是稳健一下，反正赢了说不定，对，再补一个吧，也蛮大的，补一个本身也有目啊，嗯，是吧，没错，补一这个反正要我是下到这个份上的话，看清楚就是说肯定是即使看清楚或者活了也会防止这个万一，嗯，其实有很多棋手的风格也都是这样，像年轻的不太就是说不敢说，反正老一些的像我们那时候是，因为包括周厚阳，
包括就是年轻的像孔杰这种类型的，其实他们都反正是赢了，反正就永远在追求这个最稳健啊，最稳健是就是最好双保险。对对，万一就是都这样，万一看错了呢？嗯，是会这样，是会这样。万一看错，因为这样这个本身也有好几幕啊，对，而且又没有任何的风险，对，比较稳当。他这个就完全给对方重击，这个等于就是想早点结束比赛，啊、早点收回家收工啊，对，这个也是年轻人那种这个风格啊。现在年轻棋手确实都是比较狠，快枪手，一个是下的快，第二个呢，他也是，怎么狠怎么来啊，怎么狠怎么来。因为他们现在是因为跟电脑练，这个下棋量也特别大，是吧？晚棋量的，可能走得非常准确。对，准确，而且甚至于来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他不好听的话，开始，年轻人下棋都很麻木，好像对他们来说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形式判断。嗯，反正就是说。嗯，特别向下快其实没什么，怎么狠怎么来。嗯，没有什么这个是，哎呀，我优势了算了，或者是什么，劣势了就更不说了，就是那个啊，优势了那个也是有，经常是一招比一招狠，只要他觉得他自己看清了，对。对，这盘棋是尤其体现出来。嗯，包括后来这个。点进去啊，先冲到这里。先冲到这里啊，现在呢。你要贴不是贴着准备收目吗？嗯，其实这里就得了四目棋，那么我这一胡打我这才得了三目。嗯，跟刚才形势判断相比，三目加上这个两目的话，就是我这块跟你这块的目数差不多，还是一样。嗯，要是一样的话，你盘面刚才都不够，不够，是的。那还不老老实实不一个，但他们这个风格都是继续捞，是吧？对，他就把这个关子给这个收掉了。是。完全，他就觉得反正我看清了，对，就是完全是需要早点回家了，是吧？早点收工，我们早点收工，因为你这样的话，可能他还跟我下那么打，白棋先打一下再说，这个免费的，黑棋是必须得打上来，这个劫是退，黑棋没法退的，本身呢，至少来说呢是个打劫杀，是至少啊，对，因为这个挡是先手嘛，对，这个劫还没解决。然后他在，他就团上，就他什么都没有走，啊，他就把这个一团，他这个，他是把这个眼一做啊，对，这样黑棋再打了个将，对，黑棋就把这个粘了，黑棋现在是打了个将，对，然后一看呢没法，就没法这个杀这个白棋，嗯，那么呢刘星呢就。也就认输了啊，嗯，这是再坚持不下去，因为又落了个后手，被人家把这个管子也 是。那么这个局部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吴老师再给大家分析一下。不，先把这个局部的死活搞清楚，是吧？这个假设我们就这儿看不见，这个看不见，这个因为看得见的话是个打劫杀，那么黑棋要想杀白棋呢，就必须挤这个。对，因为现在不挤的话，他就团这个就。对，我如果拱。他就冲，对吧？嗯，这个冲完了，这一打吃，对，保持了。嗯，所以说这个呢是黑棋要想杀白棋，必须挤这个。嗯。那么，既然刚才你说了，白棋在这个底下呢，它有个眼，它就，哎，我们得小心点，那就这个，嗯，就单挡一个。对。嗯，你如果补，那么我。对，做眼就做眼就活了。嗯，那你最强的只有打吃，是吧？就是无论你怎么破我的眼，那么黑白棋，对你说的是跳。对，就是这个没得走了。没得走了，这个就粘上啊！我们冲，那当然这个摆的，就是说为了省事儿。对，就是说，因为这个这里呢，等于也是有一只这个铁眼。是，铁眼就是说，嗯，这里等于保留了一个。眼，实际上呢，这块棋呢，即使不算打劫，这个打劫呢，也是一个进活的棋形啊，进活的棋。嗯，在这里传留的种种余味呢，也可以看出当初啊，白棋这个题呀、啊，也还是干净，也还是有价值，是有价值。一个是减少了很多很多
黑棋这一带的先手，对这块白棋呢眼位呢是有帮助。同时还有一大好处就是说劫财，这个对全都消掉了，对全都这个全都消掉了啊，可以说这个棋也是有一个确定是这样。那么由于这块棋呢主要是进火，对，是一个，就没有想到拖了一手先，但是团到这儿之后还是活得很干净。拖了一手还是两手？哎，一手，他就是贴到这儿的时候，他去吃了。对，就他最后一手其实，就是白棋把眼一做，嗯，清清楚楚，黑棋就。那吴老师您就可以看出是不是白棋这个把自己的棋形掌握。这个白棋黑棋破这个眼是没有用，他这个做是先手做，对，是因为他这个一路也是先手，对对对对，这个破这个这是先手做，这个地方永远是先手，总是还是先手，还是没有用。那就是刘星可能这手贴还不如回来还是先手，但是回来目数差一些，对，就目数亏，等于回来他打一下，等于是这样目数呢会差一些，不对啊，他这个还是先手，等于他瞅着走着这一挖，那连环劫。这等于虽然这里是也是真是还是个连环节，哎呦，看来这白棋这个后真的很管用。可以，对这个，那么这样呢，反正是输。那么这盘棋总来讲，我们就是说，我觉得与其说韩一舟发挥的好，还不如说是刘星这个。发挥的有点不理想，失常啊，有点这个失常。应该来说，这盘棋是不是韩一舟把他打败的？应该是自己把自己这个打败了。就您之前就说的这个，对，因为白棋来说，当然我们说只是下得很扎实，对，一直强的，但是呢，没什么毛病，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好棋啊，或者说是妙手啊等等，就是说白棋只是按道理来说也只是中规中矩，但黑棋这个还是自身前面的这个问题啊，还是有点，就是您在布局的时候指出它有一些缓的手段，就一个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局部啊，这个家我们再看一下之前的，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是花一手棋啊，就是说去走这个呢，我们是不赞同的啊。很简单的，就是还有一点点时间，把这盘棋啊，黑棋输在什么地方，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交代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是挂过了是吧？很简单的这个，这是我首先在这个局部啊，这个就是说，那么。当白棋加的时候，我认为就是说像黑棋呢还是就是粘上，因为他只有做活，他现在去爬呢不可能是吧，现在爬这个、都没有用，你就傻乎乎的退，还是得活而且二路三路交换呢现在明显是吃亏的，所以说白棋不，他只有走这个，那么无论如何呢现在先抢一个先手再说，是，虽然当的话这个粘没失去了这个先手，对这个压力小了一点，你也有可能跑出来，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手棋呢还是眼睁睁的，主要是你要想跑的话我就不搬了，对，就上了，这个眼睁睁的呢就是说呢是一个绝好的大场，这个是我认为是这个黑棋要是我的话呢是肯定是这么下啊，因为觉得争个先手更重要，对，一手棋还是有点大。那么他实战走这个呢，我可以说呢，得给他打个问号。当然我们也不能去完全就是说去说他不好啊，说他不好，因为
我们也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这是这，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讲这个起讲龙兴站啊，我们都是站在一个作为人的思考的这个角度，为了准备这个席啊，我们还我的特意啊没有去参考这个 AI 的啊，因为如果就是参考了 AI 再来给大家讲题啊，我们自己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会有一些这个倾向，对，有一些这个倾向，就反而呢，就是大家看起来没，所以说特意，就是说，当然我们就是说，或许我们说的不对，大家也有可以回头去看一下，参考一下 AI， 就是说或许我们有说的不对，但是我们是站在与这个人类的啊这个思考的程度来说，就是可能还是不太肯这个。就觉得这又落后手啊。那么如果这个或许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再去加一刀，这个就实在是有失水准啊。这个可以我们可以批评他一下，就是或者说是实在是这个有点臭状态，不在状态啊。这个就是说再已经花了一手了，再去划一手限制他，这两个子好像看得太重了，他是吧，把这两个子看得太重，好像吃了这两个子有多大多大似的，实际上就非常满意啊，是再划一手棋呢，就无论如何呢，我觉得是不可能，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必须对这个挖出来，这个是因为像吴老师您说的，就是黑棋如果一旦把这个子就是我粘住，把这个子如果能吃了，这个拐出来就更小了，对这个价值就更小。不，他应该他只能这样选择啊，他吃在这儿。对，等于是，但是他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一个转换。对，就间接的把这个，大概是个这样的变化啊。这个就是说，对，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度。就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下，就是说，这样把这里一吃掉的话，这两个就是活力就小多了。你单纯的跑出来和跑出来对我有威胁，对，还是这个完全是呢，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这个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或者贴起来，或者说是打个大位，不太清楚。这个呢，就是说，但是挖一个啊，这个长形应该是，应该刘星可能是一眼就知道的，一眼就知道，而且这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形状挖一个实在是。只要是增值有利情况下，是吧？对，就可以有。但是甚至增值不利都有可能能挖出来的这个题型，它一这个有个子的话，没子可能不能挖的。这个等等啊，就是说，那么呢，这样的还是一盘难讲的棋啊。这还早。这个的话呢，就是明显，我个人觉得明显是白棋啊优势啊优势这个。就主要还是这个中央的潜力，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它变成落在口袋里的东西。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说，至少把这个实地揣在口袋里，总是好下啊，这个棋子好下。那么，这步飞，我觉得是，黑棋比较大的问题，最大的这个问题是，严格点来说，称之败招啊，也不过分。那后来您还对这个、对这一手，我也就提出疑问，提出疑问就是说，这个主要是你不能说它不好，就是说只是说呢，把这个让白棋下的太轻松啊、比较顺。这个我们直接其实就是第一感这个啊，就是说经常我们说，你给人家留着这么一个绝好点。那么你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对，是。要不然你就像李昌浩一样，我把结好点都留给你，然后你还是输了。那就是当年那个李昌浩有时候这么境界，就是那是你比人家明显高一块。是吧，要不然就是这两种情况。但大多数情况下呢，你让人家基本上就你走这个人家不用动脑筋，这棋下输了。是吧，是，这个就肯定是问题就很简单，就是说问题太大了。这几步下完，对，拿不出招来。对，这是飞，没有好的后续手段。然后这样，
那么白起很轻松的在中黑棋的这个模样中活出来，嗯，那棋盘一下子啊就变小了。对，好像黑棋就是说能够掌握的空间有限，有限啊。那么这个棋呢，如果哪怕就退一步啊，那白棋我们一下子也看不到什么。不管你接通这个，这个白差了一路。嗯，这个你接通这个就赢了。这个就是说，白棋至少没那么大的胆子啊。这个来这个进来啊，这个是他失败的。这个、就是这两步棋，在这里，对对对。这个虽然很潇洒，但是呢，这个不实用。啊、对。这个就是说，这个所以说是自己打败自己，是吧？因为这两步棋的话，我想不是韩一舟，我坐在他对面的话，这个虎和尖冲，我也能就是说，我也能下出来，对对对，我基本上也是至少80%的概率都是就是说是这么下，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是吧？第一个，只要不考虑太多。那么现在他，然后最后呢，就是靠了一下以后，又贴了一下以后呢，他就断了一下。咱看到这里暂时没什么棋。嗯。那么最后呢，这个我们，这个是退，确实是啊，不好听的这话叫安乐死是吧？这个就是说，等于说是，这个是，没有拼搏就交枪的感觉。还是说他可能对形势有一个错误的判断？不至于吧，因为从这个进程来讲，棋手他是进程来讲，他有一种质感嘛，他肯定有一种质感。这个时候如果还判断自己不错的话，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刘星还是应该不太可能，这个自我感觉很良好，也不能跑到这个程度啊。这个时候可能最后唯一的机会呢，就是说呢，现在啊，那如果韩一舟还是按照他那个不小心的搬的话呢，或许这样呢会有些机会啊。就是你要跟这样还是来做劫，就或者做劫前把这个加掉，是吧？这是留下种种劫财，或者打了虎掉也行，或者考验他一下，这都行。留下种种劫财在里面搞不赢，都不会赢。他确实也不知道怎么赢，我觉得好像还是挤，但是有活气。那先活一块的话，那情况就不一样。嗯，反正是留下种种味道以后呢，然后再跟白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白棋啊，由于这里面劫财多，那么白棋呢，如果靠这个的话，黑棋就会给你印出来。那是。是吧，因为这个地方交换一下，这里面本身有两个，这里面当然怎么找啊，也是个问题，比如说他跳一跳这一类的啊，这个不是说也至少会让你头疼啊，因为你这个打来虽然说是，但是打也很损。太损了，这个征子跑活征。活征的话，这个两边的都很损，甚至于你等你活损成这样，提到这时候，他这都有可能反过来。对，这也是劫。反过来是会变成劫财。嗯，这个就是说，如果还是按照实战啊，白棋这个不小心的话，搬的话，对，你断了可能会出现一些机会。那么，如果长的话呢，那当然还是便宜的，是你留下。不，关键本身这个局部，白棋怎么硬，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是吧？因为这样的话呢，无论如何呢，我在这里就会多出很多先手啊。对，反正再走的话，至少白棋啊也会非常的头疼。对，这也不好硬。反正你至少赢起来，也就是说，也不是那么轻松。那么呢，这个最后由于这个麻木的一走，是吧？对，这手棋他可能没有预料到自己落了后手。这个麻木的一走以后呢，那么被白棋啊，即使白棋可能他这个可能更好，但是呢，这样一补的话呢，这个等再来呢为时呢，就是说晚矣，是吧？因为这个黑棋已经呢是没有这个劫财了啊。对，这个将被补干净了。可以说整盘棋刘星发挥的不是太好啊，韩一舟呢应该说是取得了完胜。我们还是恭喜这个韩一舟这个挑战刘星成功，是吧？
就成功的晋级了龙兴站的下一轮。下一轮啊，他现在等于是连续两盘啊。对。接下来他应该说像这个预选出来的骑手还是要下的轮次多一些。嗯，因为我们龙兴站的这个赛制也比较这个特殊啊，反正说有时候一般正常来说呢，如果能达到三连胜，那么就很有希望出现了，就是说出现了啊。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给大家呢简单的啊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